请看赞颂的第四段，大智菩萨的赞颂，他赞叹佛所处的宫殿。二是大智日勇猛慧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普观一切道场众海，即说颂也。这个说记忆意思跟前面的一样，必须要理解的就是这些菩萨全是等觉菩萨啊，个个都是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啊，所以他们无论是心念、思想、言行，都是以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为对象，所以普观一切道场众海。我们学华严能够学到这一点，那你们又白学了。好，现在请看寄诵的第一首。世尊灵翠出法堂，冰然照耀宫殿中，随住众生心所要，其身普现十方土。这首偈，清凉大师说，这是总名啊，寄诵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随类现身。我们又特别要晓得，不是随自己意思，随住众生心所要啊，啊，不是随自己意思，自己想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不是的，那就错了。是一切众生希望佛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哪里晓得有佛呢？啊，希望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他，佛就现观世音菩萨身。啊，希望上帝天神来帮助他，他就现上帝天神来帮助他。众生无量无边啊。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此时大意。我们来看祭文第一句，世尊灵翠出法堂。什么叫灵翠呢？灵是灵视啊，翠是
眼目清明，啊，是的，以清净的法眼，目不沾顺的，啊，我们凡夫这个眼睛呢，啊，它在一定的时间它会沾一些眼，佛与大菩萨的眼从来不沾的，叫凝视。出法堂，法堂是佛示现说法的场所。这个法堂我们也能懂得了，法堂跟下面讲的宫殿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凡是佛现象的处所，凡是佛说法的处所，都称之为法堂。佛的现身说法都是要靠缘的，这个缘是什么？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感应道交，从不设施。什么时候感，什么时候就有应。丙然，丙然是非常明显的，照耀宫殿中啊，佛的智慧光明照耀啊，这个宫殿中就是讲的我们讲的世间呢，佛的万德万能。佛的无边相好，周边世间啊，啊，充满世间啊。前面说过了，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啊，不长不断，众生心所要啊，就是感啊，佛就有因。佛是法性呐，啊，法性，性体、性德、性相，性所起的作用。无不是周边虚空法界，小而微尘毛孔，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就是感，信德自然就有应，
那么这个感有善有不善，善佛印，不善呢，不善还是要印啊，不可能不印呢，善与不善都印呢啊。譬如以善心向求佛菩萨救苦救难，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正果，那个印呢，就是佛的身、菩萨身啊，善知识身。如果我们起这个恶念，杀盗淫妄啊，损人利己，那发心应不应？应啊。发心现什么身呢？现妖魔鬼怪。发心为什么会现这个呢？发心没有念头，发心没有意思，随度众生心所要啊。因此你要晓得，妖魔鬼怪跟诸佛不二啊。体都是法身啊，体都是佛性啊，佛有佛性，菩萨有佛性啊，人天有佛性，狗子有佛性，这祖师说的啊，这是畜生有佛性，恶鬼有佛性，地狱有佛性，佛性相同，佛性现的相不相同？佛性现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有没有佛性？有佛性。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为什么呢？礼敬诸佛是礼敬佛性啊，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彻底明了分别执着啊，是平等的啊。如果从相上看不平等，从作用上看不平等，从体现上看平等，然后你就要懂得，既然体性是平等的，相哪有不平等道理呢？这要慧眼才能看到，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呢？着相了啊。比如说我们用十斤黄金啊，实在讲十斤也并不是很多啊。古人讲啊，这个黄金的重量呢，一寸立方一斤重啊，一寸立方那很小，一点点大啊，十寸嘛稍微大一点，差不多可以做这么大。我们造一尊佛像啊，这一尊佛像的重量是十斤黄金啊。我们另外呢也用同样的十斤黄金做一个小狗啊，做得也很精致
那我们要给一个人说，这两个是一样的。那执着的人，那怎么一样啊？那是佛像啊，我见到他要顶礼三拜啊。这是小狗像啊，我们可以拿来玩玩呢、啊。他着相就不一样了，他起了严重的分别之处。对于那个造佛像的那个释莲环境，他非常恭敬啊，对这个造小狗的这个释莲佛像啊，他漫不经心，他不在意啊。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觉悟的人，他对待一切众生，对待畜生，对待恶鬼，对待地狱，跟对待佛没有两样。为什么呢？他知道是平等的啊，体平等，体是黄金，重量一样，相平等，相是体所现的相啊，相怎么平等呢？相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跟虚妄怎么不平等呢？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啊，零等于零还是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零加零也等于零，零减零也等于零啊，零乘零，零除零都等于零。诸位细细去想一想，这才叫事实真相啊！我们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真如本性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心想一切法，想的是法相，相全是虚妄的啊，但是现象的那个性呢，全是真实的，真妄不二。正妄是一啊，那恭喜你了，你入一正法界了，你入不二法门了啊！其身普现十方土啊，哦，这个这一段呢，清凉大师有注解，明者言真之貌，啊，就是端严的这个相貌，粹者是也，肃然而是。啊，这个注解也很清楚，也很明了。灵粹也，显示心地清净，永离妄想分别之处，如如不动。世间人常说眼睛啊，灵魂之窗啊，从眼睛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染净善恶，眼睛不能骗人呐、啊。所以，沉于中而行于外。这些地方呢，我们要学习。啊，烦恼习气不能不消除。啊，看到经典里面所说的，它是事实真相。啊，佛在任何地方。九法界众生都看到，回过头看看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看不到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看到我们。我们的形象不好，他们很难过。我们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他，我们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功德就是回向给他。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我们好的念头、好的形象、好的言语、好的造作。点点滴滴都是回向，都是供养。九法界众生生欢喜心啊，生感恩的心啊，你知道吗？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所思所念所作所为是与性德相违背的，我们是个很不好的形象，九界众生看到难过，他们是非常学好，想学好，想找一个好的模样，啊，这些众生多数有报德的五通，他知道世间苦啊，尤其知道恶道苦啊，唯有人不知道啊。啊，他们心目当中看是人真了不起啊，胆大妄为啊，敢造恶业。他们过去在人间也曾经如是。啊，现在造罪业的堕三途，造善业的往上升，啊，天人有五通，恶鬼也有五通，啊，这是报德的，不是修德的。人于畜生道，畜生里面有不少修德的，
我们在笔记小说里面看到狐狸，这是修行比较容易成就的啊。狐狸要修500年才能变成一个人身啊，它可以变成人身，可以跟人在一起往来。500年呐、啊，得到人身之后，他才能够学佛，才能够修道。换一句话说，我们得人身的人，跟他相比，我们就占了500年的便宜。但是人很容易迷惑，在这个世间呢，尤其花花世界，把持不定啊，很容易堕落，被环境所转啊，正如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贵王所说的啊，你的罪受满了，恭喜你离开地狱了。啊，你可以又得人身了，但是得人身没有好久，看你怎么又回来了。啊，又堕落了。得人身要好好的保持啊。如何保持呢？必须要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训，你才能保得住啊！啊，你要是不学古圣先贤教诲，任意妄为啊，那很快你就回头了。你从地狱来还回地狱，你从恶鬼来还回恶鬼。地狱的寿命长啊，跟这个人间时差差别很大了，人间几十年，在地狱里可能只几个小时啊，来到人间活了几十岁死了又堕地狱，地狱鬼王看怎么才出去没几个钟点，你怎么又回来了，可悲也啊。这些都是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了，现这种身相给你看了，让你觉悟啊，让你回头啊。再看第二首。如来宫殿不思议，摩尼宝藏为严师，住庄严居显光耀，佛坐其中特明显。下面九首都是别墅，前面这一说是总数。啊，后面九首呢详细说明。啊，都是赞叹
佛所处的宫殿，这是大道场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环节。佛所示现之处，佛所讲经之处，菩萨特别赞叹。第一句，如来宫殿不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从第二首到第五首，这四首偈是说明体摄众德。那么这个四首啊，就是详细说明第一首偈的前两句，明然照耀宫殿中啊，我们要了解它表法的意趣。宫殿殿堂好啊，讲堂不错啊，如果没有人在讲堂说法，这个讲堂的庄严就大为逊色了。所以讲堂不能没有佛菩萨说法，道场不能没有佛菩萨实现，这个实现说法了，不可思议。这些话如果要把它说出来，很难体会得到。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如来宫殿，大乘经上啊用如来这两个字多半是表性的，性德的显现啊，性德是什么？我们在讲习里头讲过不少次，如果今天我们要问啊，考试出个题目啊，性德为何，你怎么答复？性德就是具足真诚
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充满虚空，周遍法界，所以不思议啊！它的作用，帮助教化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么在这个讲堂里面啊，讲经的法师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他老人家在此地布施，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道场里面的大众个个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工作的人员这个道场里面的职员、护法的人员，这道场里面的义工听法的大众，这里面有当机有影响，也不可思议何以故呢？都是来供养信德的供养谁呢？上供诸佛，下供全体大众法师供养大众，大众也供养大众，也供养法师法师是大众的一份子，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供养互助合作，它是一个整体真正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团体叫僧团。这个三次这个团体里面真正显示六合敬，六合敬是信德信德全体的显现而不是说坐在讲台上说法的这个佛第一大，菩萨第二大，阿罗汉第三大，那就不平等了。真诚清净平等，世间法里面确实那个位次不一样真的有大小之差别，佛法里没有佛法确实是讲民主的真的大乘法是民主自由开放古时候寺院丛林是采取选举制度这个道场执事，所以
108单呐、啊！啊，这个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位啊，你这个学校组织大大小小的有多少个单位呢？108个单位。当然这里头需要人，需要人事，这人事呢是选举出来的啊，寺庙大众选举啊，选举的方法不需要投票啊，为什么呢？那一种选举扰乱的人心不定，佛法完全都在定中啊，每一个执事就是住持啊，大家推定几个人啊，叫他选哪几个人呢啊，做住持比较适当啊，个人可以提议啊，提出几个名字了，那住持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当选呢、啊。正月初一这一天，在大雄宝殿，佛菩萨做证明啊。当众宣布，啊，我们请某人做主持，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的说话，没有意见的呢默认啊，看大家没有人说话了默认了啊，默认就通过了。这种选举呢庄严肃穆啊，啊，把这108个单位的人选选出来了，任期一年，到腊月30重新改选啊，这一些这一年的执事，他们为大众服务一年了，全体宗祠，另外再选新的啊，明天初一宣誓就职，民主制度啊，啊，连选可以连任，虽然位置有高下不等，啊，主持，这是道场总领导人。啊，那下面还有很小职位的啊，饭头，饭头是什么？烧饭的啊，菜头，那叫菜头啊，种菜的啊，挑水的，这个做苦力的啊，他有他的一个职责，他有工作，都是为大众服务，地位完全平等啊，可能这个饭头，菜头啊，下一任的时候就选他做主持了。啊，主持上一任主持也可以在这一任的时候选他做菜头饭头去了。完全平等。平等真法界啊，职位不一样，工作不一样，实际上完全平等，绝对没有高下的差别，他才和睦相处啊。
啊，在哪一个职位，就是服务某一个项目，啊，为大众服务的项目很多，啊，你服务哪个项目，他服务哪个项目，啊，许许多多的服务项目都要配合，完成一个整体的。所以这个制度值得社会大众啊效法。啊，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榜样模范。僧团可贵呀，称为三宝，道理在此地啊。啊，皈依僧，重中尊，这个僧就是僧团，他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啊，真正的平等和睦的团体。平等里面又有差别啊，差别不爱平等，平等不爱差别，理事无碍啊，事事无碍啊，这个是不思议啊。摩尼宝藏为严师，这诸位就晓得了，摩尼宝藏是说的什么呢？说的是真舍智慧称心的德行，都在这个道场当中僧团里面表现出来啊，这是真正的庄严啊，啊，这是美好的装饰啊，诸庄严具显光耀啊，显示出这个道场，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放光明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福德，啊，现在外国人所讲的最美好的祠堂，啊，甚至于他对佛教完全不懂，完全没有接触过，他也到这个地方来呀，他就感觉到啊，身心舒畅啊，这个气氛、这个磁场让他有美好的感触啊，他在这里感觉到心安静啊，身轻松，没有压力，感到无比的舒适了。这就是诸庄严具显光耀啊！佛坐其中啊，特明显。佛在这个里面啊，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呢？这些大众啊，都是佛的学生啊，佛是带头人啊，所有大众啊，都向佛学习。佛是
自信、圆满智慧的代表，圆满福德的代表，圆满德能的代表。啊，我们平常讲的智慧、德能、相好，啊，福德是属于相好啊。佛是这三个代表人啊，你从佛的形象完全能够啊看得出来，道场所有大众都是以佛为榜样，以佛为模范，向他学习，所以他在大众当中就特别明显了。在这一首偈子里面啊，最重要的我们了解他表法的意趣，表法是活的，不是死的。意趣，无限的深广啊，再跟诸位说，如来宫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关键呢，是你有没有慧眼，有没有法眼，你能不能见到？只要你体会到表法的意思，此时此处啊，就是如来宫殿不思议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来宫殿啊，跟妖魔的洞府啊，同时存在啊。一念你心得转变为妖魔的洞府，一念觉呢，自信转变成如来宫殿。叶问在哪里？就在我们面前，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啊。但是如来宫殿不多啊，妖魔鬼怪的洞府很多啊。啊，像大家在《西游记》里面看到啊，啊，妖魔鬼怪洞府到处都是。啊，如来宫殿呢，只有西天大雷音寺。啊，小说也是表法的。啊，哪些是妖魔鬼怪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是妖魔洞府，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变现出来的如来宫殿，这不是说明一切法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看我们怎么想，它就怎么变了，就怎么现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